我完全我不知道我在冲啥小、欸。行，我来冲啥小。就没雷姐是要打个雕、喔。哎，遇到吉坦了。不过吉坦是拿两根奇怪的东西啊。有，当初玩九代的时候那把武器吗？无名雷光，人家就叫雷光，还无名雷光。法师某种程度还蛮无聊的。这什么鬼动作？噔噔噔，脸有点脏脏的，怎么会脏脏的？分数都好低哦。好多笨蛋。刚那声音已经是提打。哇，提打死屁哦。啊啊啊啊，被揍了。
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好难用哦，根本打不到啊。啊，这怎么那么难用啊？默默的就赢了。看不懂啊。みんなと一緒でよかった。为什么第一名看不懂啊？那魔法慢的要死。应该是现在没有试出来吧。我克劳德都打不着，我觉得会中状态的就强，这种不，这种蒂娜不会没有状态的。
さん。Shit. Wait, hey, hey, Odin, 妈的！哦，我被打到是不是？干！杰克特，哪里有杰克特？哦，你是说那个拿那个奇怪东西的？每次打完都脏脏的，妈的！我完全不知道在冲他小宝，妈的！デモです。我就专打蒂娜，蒂娜打蒂娜，干干干！吉坦不要再打啦！我们家库甲要死了啊！我也被打了。对面线，雷公不要，
不要再打雷啦，雷哥，不要。我已经看不到我在哪里，妈的，到底是在哪？那我再小都看不到啊！塞贝罗斯是那个啊，是英雄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みんなと一緒でよかった。とても満たされたよ。密营哎，嗯，我觉得洛克提斯对法师应该是很麻烦的一只角色。思ったより強そうだな。炎。谁偷打我？臭魔女，走开！哦，空贼，走开！我被打在墙上，妈的！干杯沉默，混乱加沉默干。哎，这不是泰巴魔女吗？她叫什么来着？忘记了。
佩佩罗斯最终的两期故事里住在企业神洛集团的私设计部的 soldier 一员，他所属三队三个阶级中最高哦 class 啊，你还是阶级啊，干怎么会跑啊？哈哈，赢了。陨石撞击。クパパ。主役はこの僕だよ。次の出番を待つとしよう。我先去上个厕所，然后回来玩最后一次。太七是你第一款玩自己全破没看攻略的游戏，可是当初都日文欸，台湾出的时候我很小，怎么可能不看啊？都日文看不懂。然后那个魔女叫什么名字？我很在意。前面应该都是。伊迪亚，伊迪亚，我是买那个啊，买那个攻略本。要看一下，
那故事就四个嘛，不可能再开了。不是 idiot 好不好？ idia 一代，当初攻略本好像是写一代呀。对，只有四个。伊黛亚是好魔女。没有宝物结晶，应该要打更多他才会给你吧？更好，就分数更多。可是你不会，就是你会看不太懂他的那个他的故事。这次来玩玩看提达好了。我都说提达是太老，反正现在画面更新之后就不像太老了。超薄起司，谢谢追随。谁在削我血干？啊！召喚を始めるとしよう。提达速度很快，干！合同花沙小干。
家追击太猛。反而是我被打，操！你干！嗯，不知。玩蒂娜都玩不了这么多分，杰克特是哪一代的？奇怪，我明明没被什么打到，怎么会？
抓到时间撞，不过没关系，他差一点血而已。干！啊，蒂娜！啊，蒂娜怎么死了？啊 ，shit！ 他们怎么都变身了？干，蒂娜混分啦！他妈蒂娜混分啊！三七三十三小，妈的！十分哦，那玩一下好你的家好像很多障碍物，我的师婆看起来那么邪恶啊。为什么他们有两个提达傻小？为什么他们有两个提达啦？干！想要世界的音乐，俺も好き。あ、私も。ははは。不小心讲成俺了。
停了。对面双提打到底有没有事啊？我觉得对面有那个杰克特队，如果有法师的话，很痛苦。魔女，0266196，谢谢追随。Oh shit！ 傻小。拉姆。为什么他们叫拉姆都这么好笑？耶！直落山。提达好简单哦，他追击太好追了。怎么作弊？哪有作弊？
我没有十五代的地图啊，是因为十五代地图没有什么。不对啊，他们皇宫也不错啊。那无名龙骑士长得也太恶了吧。全てを奪ってやろう。飞去了。不要啊，你真的好烦啊。操控别人的游戏，哪有？原来他会，他只能，原来他会让我只能选他哦！靠，干！要控多久啊？操你妈的！我
的理解是每个人头上有线，所以就是木偶操控游戏。有线就是表示被锁定啊。不可能啊。啊，差不多了。啊，靠的，怎么这么累？要玩什么嘞？